今天是11月13号2022年，我已经娶了 Karina 做我老婆了，耶、yeah!我想访问一下我身边隔篱嗰个，你就嚟准备签字啦，有咩感受呢？我好惊读咗细字，我真其实我都系，同埋都系一个好大嘅 moment， 即系一个真系一个 big moment 啦 ，and then we treat it very seriously。咁同埋好似话斋，而家 covid 咁难得可以聚咁多人一齐嘅，见到咁多人可以聚埋一齐，真系都好开心。咁再加埋，仲有系有啲 close friends and family 啦，咁所以大家都好俾 effort， 好俾即系。时间出嚟，大家去见证我哋呢个 moment。多谢老婆啦，咁睇未签？我已经 assume 咗。咁啊，咁其实今日都好 nervous，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时都比较系真系好 carefree。咁佢好 emotional 啊嘛。我都冇谂过自己会喊咁多次。系啊，真系我自己都谂住忍住，终于睇你冇喊添。咁但系 at the end 自己都忍唔住啊，咁。上主慧言并坚固降福你们在教会和亲友面前所缔结的婚姻盟约，并赐你们永远幸福，但愿天作之合，白首偕老。我哋由開始認識到而家都係一個愛情嘅長跑啦，咁我亦都行到好遠一齊啦。咁你成日都會問我點解我好中意你啦，咁我成日都答你話係因為好開心啊，好舒服啊，大家都好夾啊。咁你成日都覺得我呢個答你答得 OK。咁我琴晚真係認真諗咗呢個問題啊。咁我覺得你首先係好永遠你都係諗人哋先。思在諗自己嘅，永遠都係對人最好先嘅。咁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好有愛心啦。我係五點幾鐘同佢 message， 之後我五點半就發咗。係，我都知道其實五點鐘我見到佢 run down， 你都話五點半開始，我心諗其實你應該都冇得瞓嘅啦。你如果你而家仲 message 我嘅話。而家真系大个女啦，自己照顾自己咯，仲要照顾埋你身边嗰个咯，知唔知道？大个女啦，在心底，在心底话。多谢爸爸咁多年嚟咁辛苦照顾屋企，我多谢爸爸自己细个大挨面包养大我，佢自己唔食，佢都会搵钱翻嚟俾我读书。除咗我孙女最靓，冇人可以比较。咁同埋第三样嘢就系你本身你都好开心啦，好开朗嘅人，好正直啦。咁我都觉得系好，我好中意嘅一样嘢嘅。即系可能唔会太计较好多小事，佢好愿意去帮人，帮得到就帮咯。咁呢个系我本身。比较弱的不足的地方，所以我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一直向他学习。自己本身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 lucky 的人，再认识到你之后，我可以肯定自己是全世界最 lucky 的人，因为如果没可能可以遇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婆。你話我成日都好 carefree 啦，跟住成日都可以俾到好多正能量你啦。但係其實如果冇你喺度嘅話，做我嘅能量嘅傳染咧，其實我應該都俾唔到咁多愛、咁多 positive energy 你。我哋而家拍咗拖差唔多2705日，49000个小时，290000分钟。我希望我嘅人生以後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可以俾到幸福快樂俾你。可以做翻你嘅能量泉源。
能卓日，我如今郑重承认你作我的丈夫，承认你作我的妻子，并许约从今以后，无论环境顺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将永远爱慕、爱护、尊重你，终身不渝，愿主垂听我的意愿。